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信息通讯技术与医疗产业的大融合，在诊断与治疗的基础上，打造增进国民健康、预防疾病的个性化精密医疗系统。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与您相约健康幸福的美好人生，陪伴您度过辉煌的明天。书写韩国医疗产业史，引领医疗行业发展的首尔大学医院，长期以来以医学教育与医疗研究为己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备受韩国国民信赖的国家中央医院。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是首尔大学医院设立并运营的具有世界级水准的高端体检中心，位于首尔市的经济文化中心江南区，每年为45000余名国内外顾客提供高品质的健康增进与疾病预防医疗服务。由首尔大学医院医学教授组建的顶级医疗团队，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是韩国国内唯一由医学教授团队直接进行检查和体检商谈的具有差别性的健康护理中心。超尖端精密设备仅供体检顾客使用，江南体检中心内设门诊和诊疗室，通过与首尔大学医院内部各大分院的互动，可为顾客迅速处方并进行诊疗预约。韩国国内最高的癌症检出率、高水准的早期乳腺癌诊断率和大肠腺瘤检出率，验证了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在早期疾病预防方面的优秀力量。以先进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管理系统和高品位的体检环境营造的智能型微病体检中心，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力求为您提供最可靠、最高端的医疗服务。健康增进与疾病预防，从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独有的一站式服务系统出发，最佳的动线设计，最短的体检耗时，体检结果有重大异常时立即提供提醒服务，体检日程与运营系统真正体现了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通过首尔大学医院多科室医学教授的联合会诊，力求为顾客提供最佳处方和诊疗，对顾客的隐私进行严密保护。此外，以诊断诊疗信息为基础，江南体检中心为顾客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医疗团队根据该计划为顾客提供周期性的健康管理服务。此类服务根据顾客类型，向个人顾客、企业顾客以及外国顾客分别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以韩国顾客为对象运营的会员制 Premium CEO 项目是个人定制产品中规格最高的特色服务。与韩国各大企业进行的企业合作体检项目，不仅可以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健康进行有效管理，还可以针对各大企业特有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并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江南体检中心的国际诊疗团队为海外顾客准备了具有针对性的体检套餐，专业医疗协调员为来自美国、俄罗斯、中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顾客提供多种多样的便利服务。全球化的健康护理系统使江南体检中心逐渐成长为获得全球顾客认可的国际性健康管理中心。
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是韩国唯一的研究中心型健康护理中心，以先进的信息技术、庞大的临床数据和丰富的医疗经验为基础，通过开发个人定制型治疗方法，引领精密医学的发展，强化其作为终生健康伙伴的角色。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的科研成果，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保健医疗政策，开发全民健康增进模型，打造崭新的健康管理文化，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更加广阔的世界里，与更多顾客朋友相遇。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将成为引领世界医疗发展的蓬勃动力，走出韩国，走向世界的顶级健康护理品牌。首尔大学医院江南体检中心，为顾客的健康与幸福书写医疗的崭新明天。